是小叮当。昨天玩过这两个奶茶泥后，有小可爱让我把里面的珍珠抠出来。你们还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哈！奶茶没喝到，我还要抠珠子，我真的太难了。谁让我是宠粉小叮当呢？来吧，满足你们。终于扣完了，左边大的珍珠23颗，右边小的珍珠71颗，两盒奶茶泥一共94颗珍珠，感觉我的手指头已经在抽筋的边缘了。好了，最近我又要买泥了，你们想看谁家的泥呀？